你刚才为什么蹲在地上哭？什么工作那么着急？你要大晚上过去找他？我们分手吧，关心。夏天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已经要结婚了。 希望我怎么做呢？我今天是很生气，不过没关系，你跟我解释清楚，我可以接受。不要再没关系了，关心，也不要再逼自己接受了。你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一直这样走下去，我们只会分手。你怎么知道不会越来越牢固，越来越甜蜜？我知道，因为一开始大家就是彼此纠缠，慢慢的就彼此厌恶。 最后彼此怨恨，我们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，关心？你必须接受现实，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。这得到尽头了吗？才这样而已。你只能到这种程度吗？我还可以继续走，我走多远都没有关系。我们还能走多远呢？很远很远啊。 你还希望我伤你多深呢？你觉得这样我心里好受吗？你还想多恨我？夏天，你这么懂恋爱吗？你跟谁学的恋爱？跟许泽浩学的。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 此为止吧，关心。哎，夏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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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 两个男人为你打架，开心吧？闭嘴吧你！关心还在外面，就你话多，就你话多。我去找他。